时间是一样很奇怪的事，无论在哪一刻的时间和你的表都有不差，时快时慢，总有人步伐 timing 不一致，所以人才会说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，而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。我先打打餐喎，今日。阿乐，我哋第一次庆祝，不如试下咯。好啊，哦，咁一份圣诞大餐咯，唔该。热斋啡。Hello Helen， 系啊，我同事咧跟紧嗰啲后期噶啦，仲有啲 file 咧都 upload 紧，唔好意思迟咗啊 ，sorry sorry。今晚都咁夜啊，靚女，食咩啊？係啊，照舊，我走啊。我坐喺度等啦。好久冇见，你都咁晏嘅？系啊，转咗份新工。响 Auntie 度住得惯唔惯啊？我冇再喺妈咪度住啦，住惯咗呢头，都系搬翻翻嚟呢边。系，待住咗好耐，咁啱喺度俾埋你啊！你可以 keep 住先喎，就物房啲書都仲喺度。係咩？我唔要噶啦。Jacko 最近咧唔係好食嘢啊，有時間你上去氹下佢啊。有時間先啦。你是不是還很生氣我？你真的這麼不想見到我嗎？我們可不可以不再討論這個話題啊？那我也要賺錢的嘛，這行是這樣的啦。我梗系知道你要揾食啦。上年圣诞话去北海道，你个客一句话改期，成个 trip 俾佢 cancel 咗噶啦。上次系我衰，我咪应承咗你会俾多啲私人时间你咯。咁你仲想我点啊？而家够系私人时间啦，你咪要复啲客。我要的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啊！你一系复 message， 一系就做自己嘢，唔好话氹我啦，连留意一下我都冇。睇下你，你连我话你，你都唔敢忙我。其实你系唔中意我话你啊，定你唔想承认啊？你好自私啊！咁你想我点啊？我一收工已经即刻扑过嚟揾你啦！我所有时间已经奉献晒俾你啦！你有冇试过企喺我嗰边谂下我啊？你咪一样咁自私！你终于讲出口啦！系啊，我哋都系一个好自私嘅人啊！我只系好自私咁想你陪下我咋，
啱啱啊？我有抽时间陪你啊，系你唔信我咋？点解你唔可以信多我一次嘅咩？我唔会再信你噶啦。我哋已经因为咁样闹过太多次啦。咁拍拖系咁噶啦，唔系你闹我就我闹你噶啦。咁闹交都好自私噶。你唔系话俾我听啊？你信嗰啲咩一世都唔闹交我啲情侣啊？唔想再同你闹落去啦。放过我啦。喂，留咗嘢啊？可以同啲 friend 有咩问题啊？系你想同啲 friend 庆祝咋，唔系我啊！你陪咗你食饭咯。我而家點都要過啲 friend 度啦，走啊！我剛才留下了東西，他說不要，丟了。